泳池。我专想喝汽水，但不喝粮食汽水。哎，德贡，我图文并茂的亚马逊雨林报告，只拿到 D， 怎么可能只有 D 啊？我连 A minus 都没拿到。看这张的安第斯河照片，你肯定就是安第斯河吗？好像是五七七八大水沟，就是，我只能找得到这张照片。老实说，你这样本来就应该拿D。哎，你不能怪我啊！我们家完全没有文化，我们没有网际网路，没有百科全书，什么都没有。你知道我怎样才能拿 A？ 怪父母？不是，我需要一台新手机，这样我就能拍照，随时随地。啊？妈，你能不能跟外公要300块？连你也这么贪钱，来听我讲故事，我要从头慢慢说起。哎，不必不必，继续就行了，继续。所以你父亲看见我和唐娜在一起，他以为他已经没机会了，但是姨妈无法抗拒我，